小豆子，先前你说你的制衣技法是从一本嫔妃的随葬品上学来的，后来又将制衣技法胡乱画了给我，却都是些授意上的花样。我也没有同你认真计较。可如今，你倒说说看，先皇后礼服上的双面袖针法，你是从何处学来的？ 回主大驾，我为先皇后设计礼服时，夜夜细细思忖，不得灵感。有一日迷迷糊糊睡着了，竟在梦中得以仙姑指点，得此针法。胡说八道！你少用这种谎言来糊弄我，我从来都不信什么神仙鬼怪之说。你不要以为 有太子和武才人给你做靠山，我就拿你没办法。哼！现在夜深人静，这里是上福局，关上大门，我还是做得了主的。今日你必须说出个所以然来，否则休想过关。不敢欺瞒卓大家。 梦中仙姑说了，她本是后宫女官蒙冤而死，现已得道成仙，只因生前有心愿未了，所以常住一心宫。那仙姑说，她有一身制衣本领，在人世时并未传给后人，就此埋没很是不甘。只因见我有制衣天赋，要收我为徒，还将双面绣法传授于我。一心宫，嗯，就是进来 常常闹鬼的那个一心宫。哦哦哦，后来呢？后来我一高兴就醒了，醒来方知不过黄粱一梦，本来很是失望，可后来又仔细回忆了梦中的细节，竟然真的悟出了双面绣的针法。满口胡言！天底下哪有这种？离奇之时，你再敢胡说，我让人拔了你的舌头！ 看你还敢不敢妖言惑众，卓大家，我说的句句属实啊。那仙姑和我约定好了，会时不时的入梦传授我制衣技艺。卓大家若不信，那仙姑以后再来入梦，我愿将梦中所学如数讲给你听。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卓大家，再稍等几日便知。如若我说不出仙姑所授的新的制衣技能，你再处罚我也不迟啊。如能学到制衣绝技，我等几日也没什么损失。好，那我就再多等几日。你若敢使诈骗我，我会让你见识到我的手段，让你知道 我在这后宫中生活了20年，坐上大家之位，是不是吃素的？阿娘，您的在天之灵一定要原谅我，我一万个不愿将您的绝技传授给仇人卓锦娘，但这在眼下是保命的最好办法。女儿不怕丢掉性命，只怕不能替阿娘翻案，报您报仇。小豆子定是听了我的提醒，这才事先揣摩好这番说辞。
我让小福子和小桂子都留心小豆子那边的情况，怕他一个人在上福居那边有什么危险。刚才小福子汇报说裴行俭去找小豆子了，你把这桂圆红枣汤给小豆子送去，要裴行俭也喝上一碗，切记。一定要用这只带青边的碗，千万不要弄错了。师傅，您真的要对裴行俭下手吗？当初裴行俭派人调查安大家的旧案，我就觉得此人对小豆子心怀歹心。那日有人想害小豆子，裴行俭假意营救，却暗中放走了行凶之人。我看得真真切切，不会有错。师父，刘离心地纯正，反视他为救命恩人，早晚得被他害了。你若再犹豫，只会是害了刘离。可是师父，太子殿下十分看重裴行俭，他若出了什么事儿，太子殿下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万一查到咱们身上怎么办啊？我已经打听过了，裴行俭今日是白日当值，一个时辰以后就会下旨出宫。这汤药的药量我也计算好了，药劲儿会在他出宫后发作，他出宫后出事，不会查到咱们身上。就算真的东窗事发，你放心，为师会一力承担所有罪责，绝不会牵连于你。师父，为师在不露院苟活了半辈子，唯一的指望就是替恩人安氏守护好他的女儿。只要琉璃安全，我是不怕承担罪责的。师父，小顺子不是那个意思，为了小豆子我绝不会贪生怕死。切记，千万不要把这只碗给弄错了。为师会守护好小豆子，也不会让你陷入危险。去吧。今日东宫有你最喜欢的点心，太子特地让我亲自给你送过来。太子这么把你放在心上，我都有点吃醋了。裴郎君文武双全，是太子的左膀右臂、肱骨之臣。小豆子只是个小医官，除了作揖上说笑逗闷子之外，别无长处。怎及裴郎君在太子心中之万一啊？你以为我吃醋是因为这个？哎，真是脑子少根筋啊。是点心还堵不上你的嘴，少损我了，你才少根筋呢。女徒喂的点心果然味道更香甜。你也尝尝。哇，你说的男女授受不亲，我咬你算是正当防卫吧。你是故意气我是吧？我郑重的再说一遍，男女授受不亲，但你我除外。小豆子。哎，你来了。师父煮了桂圆红枣汤，让我给你送过来。你来的正好，我们这儿有糕点，配着甜汤吃正合适。嗯，你跟我们一起吃吧，再带些回去让阿翁、小福子、小桂子都尝尝。
裴郎君也尝尝吧。对对对，你也尝尝。我师父煮的甜汤那可是一绝，桂圆补气，红枣补血，又好吃又养身。那我可真有口福了。怎么样？味道不错。那当然。听命你在武才人那儿做内应，可你却假传消息，害我母亲在陛下面前出了丑，是活腻烦了吗？殿下明鉴，奴婢真的没有出卖杨妃，是武才人太过聪明，识破了奴婢为杨妃送信的事。你以为本王还会相信你的狡辩吗？奴婢所言句句属实，求殿下饶了奴婢吧。那你就给我一个饶了你的理由，让我看到你的价值。武才人处处怀殿下的好事，你侍候武才人多年，一定知道不少的事情。好好想一想，武才人可有什么把柄在你的手上，说给殿下听一听。武才人行得正，坐得端，并无什么把柄在奴婢手上。死到临头还活着武媚娘。他将你赶出咸池殿，早就断了主仆情分了。并不是奴婢不肯，是奴婢真的不知。有一件事，不知道算不算。说。吴家与裴家是世交，吴才人在进宫前就与裴行俭认识，现在他们又一起在辅佐太子。武媚娘和裴行俭早就认识，那他们应该有私情啊，怪不得他们追随太子为虎作伥啊。理智还算不上虎，顶多也就是一只猫。武才人与裴行俭并无私情，奴婢只是说他们之前就认识。哎，私情这种事怎么能说得清呢？无论他们有无私情，只要把局布得足够好，就能让陛下相信。再说了，还有你这枚好棋呢，到时由你来指证，就是铁证如山。奴婢来指证啊。想活命，照我说的做。真是不好棋啊，能除掉武媚娘和裴行俭两个人，也算是断了太子的羽翼。师父，
是不是咱们下的药起作用了？这裴行俭是个厉害角色，上头派出我们十几名高手，直下天罗地网，还怕擒拿不着？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让我们得手了？这确实过于容易了。既然完成了主人的命令，就赶紧回去复命吧。夜长梦多。师父，走，咱们悄悄跟上去看看。你干嘛呀你？你干嘛？快快快！哎呀，什么要紧事啊？大清早就把我叫来。师父让我来告诉你，他已经帮你处理了裴行俭了，以后不会再有人来找你麻烦了。你一定要千万记住，日后不要再暴露自己的身份，让别人对你的身份起疑了。什么叫做裴行俭以后再也不找我麻烦了？阿峰做了什么？你说清楚些。此事说来话长，总之。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而且老天爷都帮你的忙，也不知道这裴行俭得罪了什么人，我们都还没有动手，就有人帮我们料理了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不用说来话长，你赶紧给我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就是裴行俭遇到大麻烦了，顾不了查你的案子了。吴妹妹，你不要害怕，不要惊动他人，要相信我，我不易冒犯。昨夜我被人下了药，无力抵抗，被一群黑衣人带走之后，我就晕过去了。后面的事情我也不记得了。怕是我和我的工人也被下了药，否则宫规如此森严，你怎么可以进来？所有人都浑然不知。看来有人是觉得我们太碍事，想一箭双雕，置你我于死地。当务之急，我立刻离开这里，莫要牵连。布局之人想必此刻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就等着瓮中捉鳖。天已放亮，你想悄悄地从我这闲池殿出去，并非易事。时辰差不多了，咱们现在过去，刚好抓个现行。明儿，这回你可有十足的把握。母亲放心，这回绝对出不了差池。咱们带这么多人过去，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武才人再能说会道，裴行俭浑身都是嘴，他也说不清了。到时候再加上曾经侍候过武才人的贴身宫女的指证，内有私情的事情，必定能坐实。听说陛下让杨妃在锦乐宫思过，杨妃和十四弟行色匆匆，是要去哪里啊？我的猫不见了，要说寻一只猫也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可是偏偏这只猫陛下甚是喜爱，所以我亲自去寻。明儿去锦乐宫问安，知道了便要陪我同去。
说这也是对陛下尽孝。听宫女说，猫是往武才人的咸池殿方向去了。皇兄若也想为陛下尽孝，不如与臣弟一起去寻。他们这么兴师动众地去武才人寝宫，应该不止寻猫这么简单，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之事。武才人莫要中招吃亏才好。邀太子同去，正好可以做个见证。撞见这种龌龊之事，就算太子有心偏私，也绝无可能，只能秉公处理。既然十四弟相邀，那我就同去。什么？嘘！你们给裴行俭下药，让他不能动弹，然后眼见着他被一伙神秘人给劫走了，然后又送去了武才人的寝宫。师父说，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我们顾不了那么多了。裴行俭是我的救命恩人，阿翁怎么能对他动杀心呢？哎，就算我们不下手，也会有人要裴行俭的命。他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哎呀，你懂什么？哎，我怎么睡在这儿啊？头好疼，莫不是着凉了？快醒醒！快起来，快起来！误了才人洗漱的时辰了。才人，你醒了吗？奴婢进去侍候才人盥洗吧。稍等片刻。给太子殿下请安，给杨妃请安，给曹王请安。陛下最喜欢的猫不见了，有人瞧见他跑进了你们咸池殿。我带他们来寻猫。你们进去寻猫，我和太子、曹王进去坐着等。杨妃，我家才人身上不太舒服，所以起晚了，还请两位殿下和杨妃略等等，等我家才人收拾好。杨妃和曹王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是谁陷害我们的，不言而喻了。我先出去想办法拖住他们，这个寝殿就这么小小一间，藏是藏不住的，一会儿见机行事，想办法脱身吧。曹王母子是有备而来的，你想拖住他们实属不易。这个寝屋只有一个出口，我想出去更是难上加难。没想到我裴行俭一身武艺，竟被奸人逼得如此窝囊。实属不易，也要试一试，总不能坐以待毙吧，总归是要闯一闯的。好大的胆子，竟敢在这儿拦我们的路，还不赶紧让开。子姿，媚娘拜见子姿和两位殿下。不知子姿和两位殿下一大清早的来我这咸池殿有何见教？不如先去偏厅坐坐，用些茶点，我们一会儿再叙话。今晨陛下最喜欢的猫走失了，有奴婢瞧见它跑进了你的寝屋，我要进去寻猫。猫？媚娘刚从寝屋出来，并没有见到什么猫啊。那猫或许是跑到了别处，还是请子姿和两位殿下先到偏厅坐坐，用些茶点。我这就让咸池殿上上下下的人帮子姿去寻猫。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是。等等。那是陛下最爱的猫，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一个小小的才人担待得起吗？我要亲自进去寻。寝殿还没收拾呢。媚娘今天身体有些不适，起得晚了些，现在寝殿还不方便有外人进去。武才人既然觉得不便，杨妃和十四弟还是与我一起在外面等吧。我相信武才人定会尽心替杨妃寻猫。武才人是咸池殿的主人，对殿宇更熟悉，找猫也更加方便和顺手。太子方才还说要替陛下寻猫，已经孝道，这会儿怎么反倒出面阻止了？猫若真的寻不回来，到时候陛下怪罪下来，由太子担待吗？
给两位殿下和杨妃请安。见过武才人。我是来取您要修改的衣服，带回上服局修改。小豆子来的还真是巧啊，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今日这咸池殿还真是热闹啊。我还真是有福气，赶上杨妃和两位殿下在此，有机会给各位请安。上服局还有很多活等着，容我取了衣服先行告退。武才人，我知道您的需求，一定会想您之所想，一一修改妥帖，请您放心。我并没一副叫小豆子修改，也并没叫他来呀。他说知道我的需求，似乎是另有所指，难道是特意赶来帮忙的？可他是怎么知道我有为难之事？我要信他吗？衣服已经准备好了，就在案几上，你进去拿吧。是。是我，你不要误会，也别喊叫。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武才人是被人设计陷害了。我知道，你不用解释。我要解释，你一定要信我。我信你。来不及多解释了，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我。接下来你必须听我的，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救你出去。你赶紧离开这里，这里非常危险，从王母子是有备而来的。不行，我要救你。我不能让你冒险。不行，我一定要救你。是利用我女子身份的时候了。啊？你要不要证明我是女人？我只是要进去寻猫，武才人却再三推脱。莫非你这寝宫之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被我和殿下们撞见。你越是这样，我越是要进去看看，这寝宫之中到底有何肮脏之事。子子此话何意？这是要冤死媚娘吗？子子这一大清早的带着两位殿下来我这咸池殿苦苦相逼，究竟是找茬还是找猫？今日如让你借着找猫的借口搜了我这寝宫，这份屈辱让媚娘日后如何在宫中活下去？武才人莫要误会，实在是因为这猫是陛下最喜爱的，我母亲也是着急，又有宫人亲眼看见猫进了您的寝宫，武才人雅量，就容我母亲进去找一找，若是找不到，我代母亲向武才人致歉。依我看，武才人想要替陛下找猫的心情与杨妃是一样迫切，但这咸池殿如果容外人进去翻找，恐怕就多了一层意思，实在是对武才人不敬。这事若传出去，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杨妃故意羞辱武才人，怕是有损杨妃的贤名。我替武才人作保，他一定会尽心寻猫，这事儿还是交给武才人去办吧，我们在这等消息就好。太子一直偏帮武才人，你们一唱一和拖拖拉拉阻止我替陛下寻猫，究竟是何意？莫非太子这边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思？等等，裴行俭，还以为你有天大的本事，这就把你逼出来了。好戏终于来了，看你们怎么收场。给曹王请安。捣什么乱？走。哎，衣服被殿下翻了一下之后，发现好像少拿了几件，我这就回去取。我没时间跟你们干耗，来人，随我进去。慢着，将武才人给我拉开。大胆，敢在武才人宫里对武才人动手，想以下犯上吗？是我让他们动手的，出了事我担着。
我劝太子不要多管闲事。有我在此，谁也不准在武才人宫里乱来。皇兄，武才人是咱们的庶母，臣弟劝皇兄还是避嫌的好。皇兄这般维护武才人，名不正言不顺，你就不怕落人画饼吗？是吗？我记得陛下是让杨妃在自己的锦乐宫思过，杨妃不在锦乐宫好好思过，跑到武才人宫里来作威作福，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不得不说句公道话。太子，今天武才人的寝宫，我是一定要进去。我劝太子一句，现在抽身还不晚，若非要趟这趟浑水，后果你怕是担待不起。皇兄，武才人的寝宫咱们不方便进去，臣弟在这里陪皇兄，就让我母亲进去找一找，如若找不到，我会向武才人致歉，到时再去别的地方寻这猫便是了。丹青，子子，外面为何这样吵，扰了我的好梦。子子，这是谁？杨妃，冒昧了，这是家里妹妹，前两日进宫里来陪伴我，昨晚我们彻夜长叙，这才起身晚了。玉柳，快去找找，看看有没有杨妃的猫。是，两位子子也随我一起去吧。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武媚娘早就识破明儿设下的局，弄这么一出，故意恶心我？怎么会这样？回禀才人，咱们屋里并没有猫。既然没有，那便打扰武才人了。我带着奴婢们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子子不要留下来喝杯茶。媚娘恭送子子。明儿，咱们再去别的地方找找。麻烦告诉武才人，我也告辞了。还请武才人凡事多加小心。是，奴婢恭送太子殿下。裴行俭不在武媚娘的寝屋里吗？寝屋中并无裴行俭，武媚娘也大大方方的让她身边的侍女带着咱们的人将寝屋都搜了一遍，她寝屋就这么大点儿，不可能有漏掉的地方，除非裴行俭早就脱身了。儿子想不通，咱们已经布满了明哨暗哨，可以说是织了一张天罗地网，他怎么能逃得掉呢？难道他还会遁地术不成？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那么多人盯着一个小小的咸池殿，还是让他给跑了。小豆子，你下来回话吧。小豆子给武才人请安。你起来吧。今日之事，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是如何知道我与裴行俭有难？为什么要赶来相救？今天的事若被发现，那是要掉脑袋的。你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小人哪里知道您与裴郎君有难，是凑巧赶上。武才人，您帮过我的忙，裴郎君救过我的命，你们被奸人陷害，小豆子是知恩图报之人，理应帮忙。凑巧路过。可是我记得我并没有叫你过来取衣服，我也并没有衣服要赶。小豆子，今日你救了我，我很想推心置腹地与你说话。几个月前在上府局，卓大家查问你荷包一事，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身上一定有许多秘密。我当时帮了你，是因为相信你是一个心地纯良之人。更何况在这深宫之中，谁还没有些难言之隐呢？我不管你有什么秘密，当时与我无关，我可以不闻不问。可是裴行俭夜宿咸池殿一事，你既已知晓。虽说我与裴行俭清清白白，昨夜纯属被奸人所陷害。可是这深宫之中，人心险恶，你既已知晓此事，我就得弄明白，你究竟是敌是友。我总不能连你是男是女都分不清楚吧？不过想弄清楚这一点，并非难事。吴子子，我身上确实有很多秘密，所以不怪您疑心。我对您隐瞒所有的秘密，是不想让您受到牵连。刚才您问我是敌是友，深宫险恶，为了能让您放心，我愿意将我的身世秘密和盘对您托出。我与您其实是旧相识，早在11年前，您就两次救过我的命，我早就想来叩谢吴子子的救命之恩了。吴子子，好多年前，好像也有个人这么叫过我。吴子子，您可还记得，11年前，有一个叫琉璃的女孩，曾住在您家里，为您修改嫁衣。后来，官兵要抓走那个女孩，是您让一位郎君将她送走。那个女孩还是被抓进了掖庭，后来被不露院的孙内侍用假死药救下。林上府和卓锦娘赶来不露院，要烧掉那个女孩和她阿娘的尸体。那天正好是您入宫的吉日，宫内禁止一切污秽之事，所以您又救了那女孩一命。你就是当年逃走的那个小女孩。你就是琉璃。你阿娘就是安大家。你还活着，真的是太好了。吴子子，是我。我就是琉璃。琉璃终于有机会能当面谢谢吴子子的救命之恩了。我就说我初在宫里遇见你时便觉得熟悉亲切，原来你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可是今日
你是如何知道裴行俭和我有难，又如何能够及时的赶来帮我们解围呢？此事牵连到阿翁和小顺子，没办法对吴子嗣如实讲出。昨晚我偶然碰见几个黑衣人，将一名男子运送到您的咸池殿，觉得不对劲，又不敢冒险将此事告诉其他人，担心了一夜，一大早找了一个取衣服的借口过来看看。你有心了，你救了我，救了裴行俭，我谢谢你。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番奇遇，能让我们在宫中再次相遇。吴子嗣，能再次遇见您，和您相见，真是太好了。琉璃还有一件事一直想向您打听，当年从您府上救我出逃的那位才人，刚内侍来了，陛下传才人去甘露殿。陛下宣您过去，小豆子先行告退，改日再来给吴子嗣请安。今日能遇见你是意外，更是惊喜，我改日再找你过来叙话。嗯。多少爱恨纠葛，绝